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向着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自从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自从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自从中尊。讲话大经课注第五百空四页，倒算第三行啊，倒算第三行，又曰：汝等该当信受我语，即如佛所说。这拢是最本来的经文，是以揭露大师弘化十方，含以困信为修养。揭露世界，会当讲每一尊的菩萨，无论伊是多一个阶层，因为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，智慧啊，精通道理，拢嘛叮咚阿维瓦帝菩萨，所以呢，改做阿维瓦帝菩萨。因当年有能力，时时刻刻应化蝶十方世界，接引有缘的众生。啊，这些菩萨本身呢，无离开极乐世界啊，无离开弥陀的功德，那化身去啊，应身去的，有这么大能力。这化身应身，拢嘛是上供诸佛，供养佛，就好听佛讲经说法，修慧福慧双修。同时又搁会加有缘的众生感应度高，啊，无量无边分身应身，终究下化，今仔就是凭这点。有了世界都是未当无去，这个说的太殊胜了。啊，这代志，我相信呢，是方世界的菩萨，那么希望讲得到。拢希望会当成就，
唔过是真难真难，真正那是要修无量劫啊！那是拄着净土法门，那就紧咯，一惊一惊。拄未着净土法门，你著爱真长的时间。所以拄着确实，值得庆幸，我一定唔通把这个机会啊放过，放过就太可惜了。咱刷落来，过来看下面呢，修菩提行，教化众生的目标是空性。进一步就是要修行，该三辈往生，该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经文修菩提行，即句发心有专念两个要义啊，发心无专念是未当往生的。虽然你无发心，嘛是未当往生。必须着两行拢兼顾，修菩提之大行，必要发起菩提之大心。且菩提行中是以一向专念最为上首。啊，即句。咱袂当讲轻忽的看过去，伊太重要了。那因为咱通常看到菩提行，会想到什么呢？是想到了波罗蜜，是波罗蜜。了波罗蜜是一切大乘经上讲的，是波罗蜜是华严经上讲的。肯定会想到啊一点，啊无想到，菩提行中，一向专念是最为上首。再再赞叹，此名念佛是不可思议。啊，这句佛号的内面。就孤寂了波罗蜜咯，孤寂的是波罗蜜，而且是啊完满孤寂，无人知影的。啊，这句佛号那孤寂了多是波罗蜜。实实在在，孤寂是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初发心，因为所修所证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拢总伫即句佛号当中。啊，这句佛号通达一切法门。这个道理真深吗？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一起嘛做个真侪摆的布局。那伫本经梅公喜大师著文的当中，那人介绍隋唐时代在祖师大德，也八九世尊一代四教
就是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教学，非常认真的做一摆深入的研究。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，多一部经呢，会当做总代表。那都是讲世尊所说的第一经，啊，这个大德音几乎都嘛公认华严，经华严为圆满法门，所有的法门都嘛离不开华严。也唔过呢，华严到最后的圆满，就是十大愿王道归结咯。啊，华严的这个圆满，实实在在讲呢，到家进入世界才会圆满。那就发现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大圆满，是华严的归宿，变作第一内面的第一。那虽然讲有这讲法，真正理解的人无多啊，相信的人也无多。那宣扬赞叹的人是更加少了，这叫做啊，难信啊之患。咱看历朝历代念佛往生的人，只要抓到这句佛号，是不是当抓到这三经呢？啊，拢也是无关系，就决定得生净土。这往生端呢，你净宗会当讲，伊也是做净传，这找人来给咱做证明。啊，大家拢嘛是以有随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为咩唔相信呢？咁咩个会怀疑呢？信咯，咁需要抉择呢？古早人有一句话咧讲，世间何故何说真咯？何说真？咱听有无？何故来对第一个何故，就是阿弥陀佛。未当结果找到比阿弥陀佛更加好的何故，无咯。真正是究竟圆满啊！所以呢，咱真正相信，未去怀疑。难道一句名号念到底？诸佛菩萨应发的世间教化目的都圆满。那伫作为圆满，伫我即地圆满，哇，信心圆满了，解圆满，我听有咯，行圆满，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啦，如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什么都放下，叫行圆满，
决定得生正圆满。那这真正是大圆满，下面拢嘛是经文，一切菩萨、万仙皆修，这是真呢？为什么？无量无边的众生根性未绝啊，未普度一切众生，必须得爱通达无量法门。啊，无量法门呢，是啊，接引无量无边众生的啊。那头前都有讲咯，在心爱互伊相信，建立信心。相信了后，爱帮助伊理解，跟伊啊听经，慢慢伊就理解，真正明白了后，哎呀，指导伊修净土。那已经修净土了，爱鼓励伊真正求生，爱往生，一个圆满功德。这个人是。真正的佛法的啊，动机者，动机就是一心成就。那一心未当成就，这是附带啊。希望伊来生后世会成就，但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。《华严经》上，咱来好好想看卖。你看，一切菩萨万善皆修，不过到伊定地时阵，对初地到十地，全部拢嘛念佛。啊，咱是不是要等到初地以后，咱再来念佛呢？啊，迄、那个时间太长了，唔知是轮回内底是几多年咯？真正那明白，现在都啊不离念佛，你不离念佛，你就定为是实。地菩萨就是安尼生咯，那十地修什么？念阿弥陀佛啦、啊，你嘛念阿弥陀佛，那十地有什么无同？有大行菩萨，普贤为首，那行是什么？认真做啊！菩萨当中认真做的是普贤。那大行啊，在中国是以最大菩萨标范，这个详细爱知影。人问都爱解讲清楚，最大名山，最大菩萨爱对九华的。地藏开始，那地藏有什么呢？孝亲尊师对他开始，啊，无孝亲尊师，伊啊未当入大乘的门。那大乘的门的条件，你看净业三方内底讲的四句话，第一条。孝养父表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个人才能入大乘。
啊，无这个条件袂当立大神。那立大神了后，第二位菩萨表法，普陀三昧啊，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表什么呢？大慈大悲，以真诚平等心看待众生。啊，都搁加一句，毛主席所讲的专心专意为人民服务。啊，佛菩萨比的范围大，伊只是为人民，佛菩萨是为众生。变化界啊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，救苦救难啊！大慈大悲，第三位文殊师利菩萨，代表圆满的智慧。慈悲那是讲无智慧，会出问题。古德的相讲，不法的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但是佫讲慈悲都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那什么原因？无智慧啊，无智慧，慈悲内底就有麻烦啦、啊。方便呢，就对于落落，所以就要有智慧。但有智慧的慈悲，是佛菩萨的慈悲；啊，无智慧慈悲，是凡夫精色内面的慈悲，就无同咯。你看，慈悲是行门，观音菩萨表的，文殊菩萨的智慧是解门，啊，行解相应，行解不离，最后就要落实，就要认真做啊！观音菩萨代表。那个第一种呢，孝亲尊师，观音的大慈大悲，文殊的大智慧，拢总都是伫个生活，都是伫个工作，都是伫个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大行啊。啊，如果那是无普贤菩萨认真的做，大乘就落空，变做现学咯。那就讲无行啊。啊，讲个天花乱坠完全啦，都嘛无做够啊。啊，这种的流弊，全世界是一鬼拢看得到，会讲未通行，啊，这个四大菩萨，大乘的四支条啊。佛门弟子未当唔知呀，啊，普贤为首，果教化一切有情，行普贤道，啊，普贤道
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部经分量太大了，甲伊也归纳起来呢，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十大愿王啊，都是伊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哎，真正做到啊！真做到，这人就是普贤菩萨。啊，普贤菩萨对初信位到顶格有五十一个位次，你是几年级的普贤菩萨呢？拢嘛是普贤菩萨，对对学起对礼敬，普贤行啊。大乘一般菩萨拢同款，都是心量大。啊，一般菩萨无遐大心量，第一礼敬诸佛，诸佛那是咧讲啥人呢？一起佛，现在佛，未来佛。啊，一起佛，世尊不甲人介绍，啊，现在佛呢？有世界阿弥陀佛是现在佛。华中世界毗罗迦那是现在佛，当风有书如来是现在佛，独一个以外要未来佛，未来佛在哪位？一切众生拢嘛是未来佛啦，真的不是假呀。当然对过去佛、对现在佛知影恭敬，对未来佛都唔知咯。普贤行内面呢，最重视的都是未来佛。但话一句讲，对这众生，真有无真。怎样讲隆中是佛，在平等的恭敬，普贤的礼敬不简单呐、啊。爱这众生，包括小动物，万非轮动。芒糖高虾，不包括九把灰草，山河大地无情的啊！你嘛是众生啊！那既然是众生，伊有法性，法性都是如来，法性都是佛。那所以讲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伊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那讲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个心，一个智慧，灭无为一莲。噶行做嘛？噶现在佛界几乎拢同款，无丝毫差别。只有《华严经》上讲过，前有无前动圆种地啊，所以这个经称为圆满法轮。
成佛就是见性，见性就是成佛，明心见性。万事万物拢总是自性变现的，不离自性。本体是自性，现象也是自性。见性真正看到佛咯，看到佛就是见性。对自性，尊重，伊是一切万法的根本啊，是一切万法的源头。那刚刚这点，你祖祖连连，对我一切法。这个我就是通达明了，完全感悟了，不用再学了。就安怎就要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立这个境界了。起心动念真难放下，咱在讲咱起心动念放下了，所以念头放下这拢无啊，这念唔知呀，一秒钟1600条的不动，那会怎样呢？根本都不知啊。所以咱咧讲放下是初念，大乘佛法讲放下是放下细念。那什么时阵才知细念？八地以上，七地也不知。唔知啊，你要安怎放下呢？放下弥四念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顶格、妙格啊，完全放得清气了，妙格。我伫初学佛的时阵。甲张家大师请教，第一天见面，迄个时阵，我的佛法是甲本东义先生学，铁学家唔是法师啊，唔是对宗教来对学的啊，对铁学来对学，我知啊，佛法殊胜。佛法是固定的铁盒，我甲伊老大人请教，有方法无？佛门内面的方法，我会真紧就确立。我提出一款问题，从家在书甲我看，看了半点外钟。哇，完全定下来了。伊就甲我讲，六字，伊讲有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甲我讲，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都是这个方法啦。看破帮助你放下。放下这个帮助你看破，菩萨五这一个阶级就是安尼生，达到最高峰。
啊，以后经典读侪咯，知影？大师公看破放下，这方便算。我听有，就是机关啊。还原观顶面所讲的五智六观，观是看破，智是放下。啊，对凡夫教如来的，那么是我都明了。这阵49年刚经教学是方便接引大家入门呢。啊，入门了后，就看你根基啊。上上根性的人，坑你念佛，为什么呢？上上根性的人，你了解啊？你对有佛菩萨。你老师已经到极处了，所以啊，一听就开悟了。这个开悟，伊就真正会当放下，就脱离境界，真正六祖。慧能同款，上上君临，不是普通君性。那先修大师的五祖，为什么你呢？不是上上君。第几十年无开悟，慧能大师去到黄梅，甲五祖之见了两摆面，传法好意是第三摆，道场刚等，慧能大师唔捌去嘅，有禅堂嘛唔捌去嘅。最后呢，伊把传互伊，无传互别人。啊，初次甲五梅拜五祖，那是见面，第一拜见面。分发去对房内面去工作，啊，都无见面咯，啊，那一直到去尊了，那实际上我做尊了是专门去看伊，伫对房去看伊精密，问伊讲密色未？这回来都有话啊，别人听无啊。伊讲老早就识咯，又欠太债，也未太啊，就差几多手续。这太是什么？要我做给伊证明啊！我做是也是乖啊，滴。对顶面卡三 A 就走了，也就是该讲三件条件。啊，三件别人拢去困咯，
会知影，真正会体会三更真正去放中式，去杀门，内底无串，花开一个杀就开咯。啊，五座回你去了后，伊才把门串起来。该讲金刚经，当然啦、啊，无用经本啦、啊。六座是唔捌字，唔用经本，讲大意啊。我估计计是两小时，伊就系大彻大悟咯。这一出伊啊，对有那个自性啊、明心见性定什么款，定何故来形容？啊，好奇自性本处清净，好奇就是讲无想到啊，自性本处清净，将来不念的啊。本不生灭，啊，不生不灭。凡夫苦集，一项都无欠。啊，智慧神通道力上好，一项都无欠。啊，本无动摇，人心自性是不动的，不是普通现象，阿赖耶是普通现象。最后一句，人生办法，五座啊，听到这地讲好了，唔免阁讲咯，一半就同意啊。来，已经把这个船准备好了，送去河阿边，赶紧走。五座转去就。记住讲身体无爽快，第二天无见任何人，睡了三天，三天啊大概已经走去真远了。再甲大家讲，伊爸已经提走去了，大家就发现非常无地的，一定是提走的。这只四个一堆，想要甲这伊爸抢回来。伊也去拉人堆来，做比十五年，十五年，大家搞些代志，嘛哪袂记得咯？伊才出来，出来呢，拄着印宗法师，我相信印宗法师嘛，唔是普通人啊。介以俗世有缘来扶持伊啊！啊，印宗是岭南，现在啊，广东的一带，南方的大善知识啊，名气也是足悬的啊！伊伫咧讲《涅槃经》。啊，林大师自己最后一排听经，看了两个和尚的争论，因为外面机构顶面怪翻，风吹时阵一个是讲风动，一个是讲反动，不是风动，两个人不合啊的争论。伊去当中去了解，非常的谦虚客气，请因两个忍者，忍者是对菩萨的称呼啊，伫佛门内底真尊敬的啊。伊讲忍者唔是风动，唔是幻动，忍者心动，而且人也服咯，
做法好无？啊，这段经讲完了，印宗法师落来了，也都是讲，一千三个人，你都在咧议论什么啊？啊，这三个人就把这代志原委一个讲，印宗感觉非常的奇怪啊，就想着讲，第六代做慧能。唔知啊，走去倒位去？就问伊讲，你是唔是啊？慧能就承认了是啊。一半呢，一半贴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有是慧能大师，而爹印宗做下剃度，所以印宗是伊个剃度师。啊，印宗剃度了后，佫拜伊做师父。这个师父是传法的师父啊，法主啊，伊个身份即个就关起来咯。啊，印宗法师拜伊做师父。不得了啊！最重尊管啦，这个就浮起来咯。这个太古啊，啊，所以以后就是一旁风顺和印宗的扶持。啊，无这大的扶持一出来。要让大家认识伊、了解伊，也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这么紧，这个我想，那么是佛菩萨安排，也成熟了，一帆风顺啊。这个拢嘛是行普贤道，那运动都爱学诶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每一切人都应该恭敬，拢嘛应该给因看作是佛菩萨。啊，家己谦虚，细心甲因观察，因的形是正面的。反省讲我有无，我无向伊学习。那伊所做的那是负面的，想看我有无，我若有来改正。一切众生拢嘛是咱的善知识啊！一切众生拢嘛是佛菩萨，你对早到暗、穿衫食饭、工作待人接物，拢总在咧行普贤道。普贤道在你面前。诸菩萨嘛在面前啊，妖魔鬼怪嘛在面前啊，妖魔鬼怪嘛是佛菩萨变的啊，没了就是妖魔鬼怪，刚我就是诸菩萨，妖魔鬼怪跟菩萨不离啊。你这会当你去这个普贤的大门啊，啊，这个十条拢总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这是大愿王，
一方大事物，一方是清凉的学生，总比大师。是啊，华严宗第五代，清凉是第四代，啊，贤秀是第三代。那基方大师给人解释普贤，一有主体，有三种普贤。第一种就是主体，体性周边或普，随缘性德或缘。咱会当明了体性就变，如来体性就变，外体性嘛就变，众生的体性嘛就变，是一不是二，这是破的意思。虽然心得啊。一切境缘当中，啊，佛法里面讲这个缘，分作啊两大类，啊，境界里面，或者环境里面，有顺境，有逆境。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咱啊，每天的生活对杂交啊，拢是随缘。随顺、顺境、善缘，不起贪恋。心是什么？心是平等清净的，在这里对成就家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贤呐、啊。所以是恶言、逆境、昧心、嗔恚，你看，无论是人事环境，是物质环境，在伊里对修行，修什么？修不动心。都是修不起心不动念，这高级的一流的一定的，这是做不到修不分别不执着，人家不得已来求基础，不分别啦、啊、不执着啊，这都是菩萨啦、啊。修不起心不动念，嘿，都是佛啦、啊。啊，至少嘛是发心菩萨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唔免离开境界啊。离开境界唔是大行，是小行啊。大行就是境界来对修，就是功夫。会看你苦验的啊，环境上，咱看到着向中者修禅定的，拢嘛是哇，心菩萨，你都会修的持定啦。古早时阵讲是持定。现在讲百货公司，上界闹热的场所，伊底下咧说，当看西看，伊是咧修禅定呢、啊，看甲清楚是智慧，如如不动，对所看的物件都无起心动念。
定慧定修啊，你们什么拢知？如如不懂，啊，咱普通人看到，当看西看，伊是来西市场的啊。你修什么禅定？修大定，你完全唔知啊。啊，修定，在这个啊清净环境去修，大定无，不需要。顺那卡相在定，没有不定时，行住坐卧拢嘛在定中。啊，无论心宽丢数，伊拢会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这都是就主体上来讲的。第二呢，欲足为，是就菩萨的啊地位。欲者啊不为，或破。人皆阿性外贤啊，曲呢是微曲，这是这是又苦又难，无为老的。像观世音菩萨同款，千手千眼，眼到啊，手到，只要伊看到，有可能，珠珠连连都会帮助你啊。啊，无听到有人过去问讲，现在这个世间可怜人太多。菩萨为什么不帮助？啊，不是说菩萨不看到，不是说菩萨不帮助，不听到菩萨的帮助你不知道，我感觉到这是什么？家己的业障真重，菩萨真正的帮助人，下年纪老纪事，我相信伊是菩萨。用十年的时间，汇集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一本，这是在救人的，帮助人啊。哪讲帮助人？帮助世尊，我看以后的九千年的众生，一定因此而得度。那会讲无呢？唔念做老技师，也唔是普通人来。把咱做这么好的主解，不是说用伊家己的名义啊。老师汇集经，伊啊汇集主解，用经来主解，大家无话通讲，用祖师大德的
还是来助经，大家也不会通讲。也收集193种资料，其中83篇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来注解经啊。所以就看伊的注解，定有在看到193种的资料。那这些拢嘛是佛菩萨的帮助咱啦。啊，咱学习这么多年，每天做伙的分享，咱用慧气电视，虽然电视台没有下载咱的物件，家己装一个小耳孔都会看到。很清楚啊，我看真多了。啊，小耳孔那像真方便，现在那像收看愈来愈方便。我也有看到，真是手机啊同款，放个落地啊内底，无论什么所在，伊拢会当收看到。哎，当收看到这个频道是有缘的人啦、啊，24小时都无中断。那当时咱就播了几落部经，哎，当提供给大家做选择。24小时无中断，这个、意味呢？网络的电视是全球都给他收看，啊，全球的时间呢分作24个时区，啊，时区无同。但作息时间无同，啊，所以便利大家，你方便的时阵，唔是工作的时阵，唔是你困的时阵，你拢总能当收看到，无论伫多些时区。这拢嘛是随缘心得啊，随缘心得来对最重要的，是咱爱信，嗯，法官，嗯，念佛，做出榜样来互人看到。啊，看久了。慢慢一路比较，发现你这个生活好，这个生活有意义，伊呀都会主动的来跟你请教啊，这叫有缘的人。那若是无做出好模样，可以看。真恶可以相信，一定爱做出一个榜样。哇，素食，素食几十年咯，身体健康，这就是模样啊。体力未输你啊，你讲啊，素食无营养。啊，我的身体唔是讲啊，不如你啊，人对失去信心，不杀生啊，就甲众生结冤仇。
伊也听会入去啊。那一个人伫世界上，这一生跟那这个考验，你知影有偌重呢？啊，古德有咧讲啊，你食伊半斤，就害伊八两。将来啊，系济啊，世间是无便宜代志通占的啊。那伊那是恶福咯，伊就袂甲你计较，无恶福。这个执着是真重，这个修非报不可，这个罪非讨不可，生生世世离不清，麻烦。那世间也笔记小说足多。中国有外国嘛有，那最近这个世纪搁较侪咯啊，那像眼前这个半个世纪是特别侪，那唔免去问讲伊是真的是假，有这个事实一定。是有原因，不可能无原因。啊，胡乱这款代志，啊，细汉啊，我住伫福建，读小学时阵，看到福建人接近普遍。家庭环境有较好一点的人，都嘛服侍有这个基盘，人口球用畚箕做出来，顶下边呢，零头，迄个插头是零头，冰箱共用在灯屋挂在当中，灯屋的当中，咩有的时阵该请落来。甲刷盘，甲准备好，伊咧刷盘顶面写字，啥人来扶，拢嘛是讲鼓励，穿黄包车诶，打水诶，卖茶诶，拢是唔捌字诶，即个人，而且两个，即个人碰一边，两边都碰咧，伊叠即个。刷盘来对写字，你写个规规矩矩啊！阮做囡仔伫边仔咧看，拢卖认呢，写个真慢。我真相信啊，这个胡乱的人唔捌字啊，写出来边仔有人咧念，迄边有人咧记录，胡的人家己唔捌字啊。随着伊力量伫咧推动，那我即摆伫马来西亚，看一个同学因兜有一块桌啊，圆桌，这个桌啊真奇怪，也叮当啊，我去试真侪摆。就放在这桌子上问他一项事情，比如说问他说鬼神到底有没有，有啊你就右转，没有啊你就左转，他就向右转了，无论是什么问题都会问，你有怀疑伊只是一个对，一个唔对，伊无把你答复你啊。真主宗啊，
都啊个掀开咧，真冰箱啊，确实都无物件伫内底啊。啊，以前有人问伊讲，是不是有灵附伫这桌啊顶面？有，啊就右转，啊就向右转了。那就问伊讲，你是佛，也是菩萨，也是罗汉？问，伊是罗汉。蝴蝶在斗定。啊，无论什么时阵，同款的代志真啰嗦，伊真耐烦，伊袂发脾气，袂讲唔插你。哎，诚心哎，恭敬，是无成个公棍就伊就袂叮当咯。啊，那问伊，伊就袂叮当。啊，真诚心、信心，会当啊真紧啊。啊，伊即个。一个叮当的力量，就有的时阵，一叮当的力量，我就想着讲，所以韩先生看那些呼机，那个呼机是安怎，一定是伊家己在动，你顺着伊的时阵在叮当，伊就在刷盘顶面下力。唔过我伫台湾呢，看到讲有专门呼机的这动机，我就迄个怀疑咯，你想？转人换人伊就袂叮当，而且这人呼吸的时阵，我伫边仔咧看，看了一点外钟，一字都无看出来，只看到咧叮当，速度真紧，那是写个非常潦草，根本都看袂出来。伊虽然念念有词，边仔人咧写，一小时落来几千字，我感觉靠不住。啊，阮细汉时阵看一点外钟，大概才写几十字，一百外字。而且字写个真规矩、工整，无潦草。啊，我甲这个代志向中华大师报告，大师甲讲，清朝蒙古。是慈禧太后相信伏击，朝廷这大事，伊无要请教这大神，伊拢总是祭坛顶面来解决，国都亡了。大师甲我讲，这是有啊，一般灵有。微信因魔枪不破散，魔枪什么新鲜呢、啊、绝对不是真正的这个不破散新鲜来，不是来一路修通，所以修法大事他说得很准很像大代志咧，阿姨都胡别乱讲。欢喜弟啊，你无得找伊啊，伊嘛免负责任。所以我对这款代志敬礼万几啊。为什么敬？伊嘛是众生。伊嘛想欲借这个机会来做一点嘛好事，啊，远个咧，咱唔通相信，相信你会受到伊支配，咱个亏就食真大咯。啊，我看到伊头一只信息呢，哎呦，你弟。用智慧去看待，
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是当相信的。那至于讲代志要按怎来判断，要按怎去操作，一定是要用经典的这个智慧。咱对经典里面学到的真实智慧，来啊，解决生活上的问题，绝对唔能凭着因这个名门啊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人有无？真正有，唔是无，外国嘛有啊。伫国外，大概最常看到的。啊，伊唔是物体，而是用这个催眠的方法。催眠呢，确确实实会让这个人回去到记起时，那情绪是什么，伊会讲出来。我要看了一些报告，竟然啊，也当登去到过去几十几世，时代大概三四千年，也想做些东西来对。哇，个人对份代志，根据所过调查，康熙无这个所在，伊警示。住伫个所在，什么身份，什么时阵死去的啊？安怎死？葬伫什么所在，拢查出来。啊，正是这个物件，唔是假。啊！你佛法来对佛法，重视修定，重视开悟。你那是得到禅定，你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所以心通、天安通、天理通，这是最容易得到的呀。有这么修定，拢会得到。定功啊，愈深，这个定的能力就会愈扩大。我的经教来对有跟人讲，正着殊途万果，就恢复两种神通。神通是每一个人本来拢会具足的，一听未稀罕，是本有的。而且呢，现在诵释。啊，诵释嘛，不是真正诵释，叫做迷释。咱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这物件都未现前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愈淡，就真容易发现。那错过呢，有天暗天理，你过。各增加两个，有他心宿命，他心是别人想什么代志，你拢会知。宿命呢是家己知影家己的过去，啊嘛是知影讲未来，就咪通啊。三个安那含都心足通，心足通就会当变化。微型变化，远的距离唔免交通艰苦，啊，咱看到传记来对写的，但无做书到中江。人民坐船，对一支这个官网
但伫个水顶面，伊脚踏咧迄地底，咱过去。这拢是属于这个心足通。是故啊，阿罗汉，脑筋通眼前，这脑筋就是见思烦恼断落。这个断咧，永远都未搁再起，这叫做脑筋通啊。阿罗汉有六种神通，拢总是人的本领啊。我说这六种神通能量啊，比阿罗汉啊大足多啊。比如讲阿罗汉的什么通，这让知影讲过去的五百世，五百世以前伊都唔知。啊，菩萨这能力，会知影讲几千世、几万世。无量世，伊拢知影。啊，到佛的境界，啊，就圆满。那种能力圆满，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拢知影，无像唔知。延寿国师伫这梵文观顶面，甲咱讲的。三种周边，第一段的文无长，但真重要。咱来用真实心来对待，伊毋是假。第一个周边法界。念头在叮当的周边法界，周边法界意思就是讲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的诸佛菩萨拢总知影。那距离咱较近呢，比如讲，这个大千世界。这个大千世界十亿个银河系，咱起心动念，天神知影，有这能力啊，声闻缘觉因知影，就变法界。起心动念，你家己爱负责任，袂当欺骗别人啊！只有骗你家己尔，无办法骗着任何人。都阿姨阿拢知影，因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拢具足五蕴，有色受想行识。都啊，物质啊，这些有感受，有想，有行，有识。哇，即句话讲，这个都啊，伊会看，伊会听，伊了解人的意思，人起心动念，伊拢知影。啊！日本冈本博士用水做实验，讲水知影，佛法讲任何一个物质现象拢嘛知，无一定是水啊，因为物质甲心理咧，永远是啊分袂开的。佛的经常有跟人讲，上界水这个物质，物质的基础，上界水，所有一切物质
拢嘛是这个最衰物质组合起来，因公应该叫做一合相。多安是组合最一个星球，衰是组合最咱的人心，组成一块岛啊，拢嘛组合叫一合相。在一合相内底一个单位物质，又受相形成。你哪会讲唔知影呢？太清楚了。中国人就咧讲，牙头三笑有神明，唔免三笑，三笑伤风。老马知影。第二个出生无尽，诶，就是讲你只要有念，就有影响。那一定会有影响，影响发生在什么所在？无定咱家己唔知，不知不觉，无定就伫桃红世界，无定就别个星系，肯定是有影响。第三个含阳恐有，就是讲心量、心包太虚、两周三界。所有一切众生拢总是安尼，无例外。这就是咧讲，曲折无为。啊，佛菩萨应掉了，智慧、德能、神通、道力，拢总应掉。帮助这个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。啊，众生比我千千不共，啊，业障的生分嘛不共。善根深厚容易多，无善根的真歹多，容易多的大成多，歹多就慢慢来。不是梦中不舍一林，这是普贤的意思啊。林结啊，也成。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五十一位发心大师，因拢中修普贤行，拢称为普贤菩萨。第三，欲当位，当位就是顶格。菩萨位处来对上界观叫当位，得无不究，破意思，调流显顺，就叫做乾。啊，这八字得无不究，调流显顺。普贤菩萨行，这八字拢总包括了。尤其是得无不究，得是什么？十大愿王，化度众生。诸行无对立呗，诸行来对无对立，所以诸行来对是无大水，大水是对立呗，无大水。
啊，自性内底无恒根，自性内底无前后，前后是时间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自性内底无。啊，恒根是讲空间，自性内底无空间。就是讲无恒根，无前后，无时间，时间甲空间是假呀。《别法明文》内底列的，就是不相应刑法，不相应刑法，现在那叫做抽象概念，唔是事实。啊，性德不可思议啊！作为普贤菩萨，会当入去弥顶内面的世界，也入去啊！弥顶世界要弥顶，迄、那个啊，弥顶世界内底各有世界，顶顶无尽啦、啊！真正是中国古人呐所讲的，讲大大理无归，讲小小理无累。那、这个话是对什么物件讲？对自性，自性真的大理无归，小理无累。普贤菩萨拢买当周游啊，一点妨碍都无。大世界会用呢，小世界嘛会用呢，你无障碍，得无不咎，潮流显顺，众生迷的时阵，讲穷啊难化，有办法解啊调理、调价，拢变作流河咯。啊，先顺呢？先是非常的巧妙，顺是行顺众生。啊，安怎叫做先顺？一切顺众来对，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叫先啊。世间人是袂用的哦，世间人个众生智慧，是起贪嗔痴慢疑，是起七情五欲，这叫做不贤顺。那贤顺是决定袂生烦恼，哪讲袂生烦恼，也是智慧。这个贤孙，这就妙的啊！啊，这是东魏普贤，古本经中五回诸大菩萨含经遵修普贤大师之德，普贤之德者，十大愿王都归经录。独立利他，没有恭敬之德。啊，普贤大师之德，归纳作总纲领，都是十大愿王。啊，普贤菩萨在十方世界，以十大愿王教化众生，最后道归极乐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普贤大师的世界。极乐世界一切众生修行，拢嘛是修十大愿王。
心内愿望伫极乐世界得到圆满。嘛是讲，因为安尼是所以古代的甲普贤菩萨印完品，最后一卷都是十大愿王都归极乐，对华严经抽出来，附叠净土三经的后面呢，称作净土四经。那那是讲，诸位将来会看到，较早都是三藏本、净土四经，你就会知影讲净土是安怎有四经。这本来对后面有普贤行愿品。啊，这就是经条，为灭亲其事，该藏入去的。好啊，做个真好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把《楞严经》第四支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段经文。接落落来，复印碟净土四经的后面，就变成五经。啊，现在就是净土五经一论，会当讲净宗经典圆满了。有物件会当再加附入去呢，无必要了。已经是够圆满了。啊，三经无量寿经一概论，观无量寿佛经是讲原理甲方法，啊，净土教理论是什么呢？阿佛陀这部经有跟咱讲，就是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这是净土宗的理论。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华严经上讲的，净宗讲的是心是佛。所以你现在就是是心做佛，那有未成佛的道理？那是用什么方法来修？这地讲十六种方法，那每一种里面也各有几多种。那总的来讲是十六种，有十六观经。这十六种修任何一种。修行了，拢会当往生。啊，持名念佛呢，是十六种内底最后的一种，就是第十六种。啊，观经是讲方法，讲原理。最本的阿弥陀经是藏修持的，会当当作苦相本，因为简单，时间短。方便修持，把整个净宗浓缩的这部碎经顶面，这咱拢都要认识啊。普贤行愿品是啊，
华严非相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附在这个三经后面附啊，哦，大家知影讲华严非相，就是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拢会去叫做世界去见阿弥陀佛。能敢未发心，敢唔去呢？对咱是足大的鼓励啊！啊，印光大师，啊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这种文字无多，比八字心经较少，八字心经262。大势至圆通章244字，较无260。讲什么呢？真正是净土宗的心经，而且是妙。能够什么程度？把这心经是600卷，都要把这心经精华啦。而且262中，大势至菩萨这个200多字，那讲是净土宗的心经，咱会当讲伊啊是一代宗教的心经。这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核心啊。真正都是啊，不可思议。内面有个人讲，念佛念佛，眼前东来必定见佛。啊，眼前见佛就是咱活在这个世间，临命终时你看到阿弥陀佛，就着莲花来接引你啊。这是眼前见佛，为什么？啊，你还未死啊，还未断开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你都对着佛的身边啊，这是东来呀、啊、见佛。眼前东来必定见佛。看到是阿弥陀佛，不是普通的佛啦。这个法门是要怎么修？伊甲咱讲一个功令：多念六根，正念相继。讲个太妙了！啊，多念六根，六根就是啊，那你必须心意，隆重的修回来。那向我去攀岩，念念相继呢？用清净心来念这个佛号，一句刷一句，念念嘛相续。啊，真就是未怀疑、未夹杂啦。这正念。啊，相继呢，啊，就是不间断。你看这样，你要简单，好过啊，不可思议。帮助这人一生当中，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啊宗派来对呢。啊，只有净宗的典籍分量上少，只有六项物件，五经一论，随便伊都一种，拢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你近代，我们就大德弘一大师，这大家拢知影呀。伊老大人一生。修持
我选行完品，就是讲买后一罐是台湾龙都会结咯。啊，买后是啊，念好往生呢。啊，宗师跟咱讲，五经一论，伊任何一种拢会成就。啊，而且是愈简单愈好。啊，若是讲对有极乐世界信心啊，生未起来呢，那是无量寿经最好的啊。无量寿经把极乐世界介绍好你，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啊，这个是公告，这个普贤是德者。咱甲即句搁甲念一遍，普贤是德者，世代万王都归极乐，诸利利他，没有穷尽之德。极乐大师尊行普贤之德，佛教无土众生，就是十方世界。该行啊，普贤之道。吾师极乐大师，披红四开，立四四海，四四海就是六道轮回。因到六道内面来现身说法，教化众生，或者是以化身，或者是以应身，定啊定来啊！只是咱凡夫唔捌你啊，你家己唔肯透露身份，无人知影。啊，随时踏红世界，亦现身绘土。来咱这个娑婆世界，来教化众生，亦有弥陀愿力加持，应离恶处啊！伊啊来这个所在是无问题，六道内面会当现。在六道的心上，来一现鬼道的心，伊毋是鬼，伊是菩萨。一现精神的心上，伊毋是真正的这个精神，伊是佛啦。道家叫做世界遐众教共款的，遐众教拢嘛是阿弥陀佛变化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因是真正精神啊，所以呢，诸佛来到这地，现一切心，伊犹原是菩萨，伊无替转，永远拢未受恶道。个个随机意傲，应顺众生，众生意思，众生爱好。完全啊，顺从，亦说话，亦听话，亦现神通顶，随意修习，色界圆满。啊，圆满呢，是即个合庭。啊，这门功课得了圆满。比如讲，得了学庭，目的是家里起信，真正相信。虽然相信，也无想要去极乐世界，
为什么这个世界啊，足好诶，唔敢离开啊？菩萨都有第二学庭，第二学庭目的是要劝你发心啊！一定要把这两个世界讲透彻，让你家己啊去分析、去认知，真正比较啊。认知娱乐世界比这地好修，这个世界修行真正是麻烦足多啊！尤其是烦恼啊，未当断啊。外面的诱惑是啊，愈来啊愈强烈，你未记呢，都会动化。就对路咯，真容易对路啊！不如叫做是一个安全，叫做世界是达刚清净的是阿弥陀佛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。这圆滑殊胜的，啊，咱伫这世间，凡哦修仙，这功累德是偌困难的啊！啊，咱伫这地，修这个大劫，拢抵未着，叫做世界人修一工。你讲伊一天，伊化无量无边身去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咱供养一尊佛的福报就不得了了，伊会当供养一切佛，一日未老。有些本事啊，啊，除了供佛以外咧，修佛以外，也来听经闻法，啊，受慧啊，福慧双修。福慧啊，拢圆满咯，达刚拢大圆满。啊，咱伫个即地真正是咧修无量劫，拢不如伊个一刚，你敢唔去呢？这个机会都未到，无办法。现在有机会伫面前，啊，你拢唔去，啊，这是叫做啊，真个大错特错咯。真正是辜负你自己，不是别人啊！啊，所以讲，创清楚啦，创明白，下定决心，放下万言，这些学庭目的达到了，啊，就毕业咯。第三学庭是啦，保证良心，转化心性。按照你认真去做，发心有心净土，也阁不一定认真做，这也阁得陪你做会，做会来认真做啊，这才会真正成就。菩萨帮助众生啊，是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你看，心愿行。啊，最后认真做，你才成就。这叫做世界啊，圆满，众生修教，你也该自心啊，信奥，自心信奥重要啊。咱现在就是欠这个啊，我相信嘛，欢喜这个自心无了，自心是真心。真重要啊！求生净土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把这个背离真正啊做到，这就是自心信奥。自心信奥的标准呢，是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净土的心，啊，真发这心，
这个世间一切拢免管了，一概放下，一心求生净土，必定得心。家己有坚定的信心，有十分的把握，你则肯把这世间一切放下，一切随缘，什么拢好，每个在计较，每个在分别咯。今天的时间到了。